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七月二十五号新竹化新闻，我是陈希米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到中度风台杜苏芮将要影响台湾。为了养老人的安全，花东乡公所在风台来之前，针对乡内有危险性的路树进行修剪。旁边风台来时阵，树啊被大风吹倒，影响到民众的安全。花东乡公所的清洁队人员将已经搭起的路树锯掉，旁边风台来时阵被大风吹倒，跌到民众。中台杜苏芮这几天可能会影响台湾，虽然台湾西部有护国神山保庇，但是也是袂当放松，要先做好风台的准备。尤其是这几年来，彰化拢无风台，真侪树啊拢因为无修剪，树枝有被风拍断的危险。所以花东乡公所伫风台来之前，针对乡内有危险性的路树进行修剪，避免伫风台来时阵发生倒去的危险。会使讲，即三四年来吼，拢总无风台入来，啊，所以讲一寡防台措施，也是讲咱防台意识拢有较薄弱。但是咧，咱公所因为看到咱的新闻报告讲吼，风台即届真正有要入来咱台湾，所以咱伫咧乡内一寡讲较危险的一寡路口，也是讲咱的山坡地，也是讲咱的行道树。那准讲有一看到预估，会叫讲哦，看到危险性的，咱会来派工先甲一寡，不管是手机还是来交通，来先甲维护好，较袂是讲风台入来时阵造成着咱民众的一个交通，还是生命的一个危险。另外，伫排水沟部分，公所清洁队马上进行初步清理。公所嘛呼吁大家，伫个风台来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先清理徛家周边的排水系统，避免落大雨的时阵，大水无法度消透，发生淹水的灾情。新竹华新闻北平林花旦蔡宏报道。